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古前不时咧想起过去的经过，我真感慨。唔只我呢，一步一步浮在眼前，就是亲来到电视台咧做节目，迄段过往的过程。古前阿你讲较慢咧，什么过往？对，古前头拄我即句，我就讲定答。那台湾话甲华语的意思有相差，这个例你爱做参考。华语咧讲过往，就是往事，就是以前。不过台湾话袂使叫翻，少年朋友要讲以前、讲过去，台湾话有另外的讲法。这两字台湾话若叫翻，干那一个解说，就是迄个人已经离开世间，已经过去，已经惜别，不是生离，已经过往，已经不再还甘了。所以吼，台湾话若要讲过去时，咱爱讲以前。讲早前，啊是这里往汉文音或者往，你甲读作白话音或者应，倒边讲讲应过应过，这两字倒头读讲应过嘛是较早的解说，对啦。古前就是想起应过，我亲来到电视台要引头路，受到制作人、受到台长济济栽培，我履历表摕出来，讲我想要来遮来这间公司做会计。古前啊，你讲较慢嘞，过去吼有一句话。华语咧讲的火炬，台湾话嘛袂使直接翻哦。这两字啦，那日本时代里底那个记载讲，那做人公司的薪资或者会计，即马吼原来无咧讲啊。简单讲，国政头拄也有提起讲，来遮食头路，做薪资，当什么款职务？吼，你来当主持人的职务，就讲主持人；来当科长的职务，就讲科长。啊，这两字你若照翻讲会计，剩一个解说，迄足土的解说，就是客兄会计的会计。简单讲啦，就是讲吼，婚姻以外，迄款无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讲斗会计的会计，啊，佫正咧回想，回想讲我来到电视台，真正制作人台顶就甲我讲讲，你演过，无虾米媒体的经验，你真有限的，阮破格甲你录取，讲较慢的国生啊，这两字台湾话嘛袂使硬翻的，对，那华语咧讲破格，就是讲吼，打破制度，过去你这个条件无合。我安尼特别甲你录取，安尼叫做破格。但是台语咧，台语国情唔免解说，因为这两字日常对待咱根本都袂讲，这是足歹听的话，是咧讲骂、咧讲赖话。你听有就好，你千万唔通捡开耳，唔通提出来讲，就赢。